属什么的？属牛的。一几年属牛的？19年。哎呀，脑子出毛病了，他智商都受到影响了，他现在智商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的。对对。现在我告诉你，他曾经在前世把一个人从山上推下来，所以不会让他讲话。有没有办法讲？你好好给他念了，有的念了，像他这种病没有1200张过不来的，明白了吗？我刚告诉你，他不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，他发出发得出一点点声音的。对，他发的就是像狗叫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他的孽债很重，他的前世的债前世是把人家推下来，所以他上辈子投了一个狗，这辈子才投人的。所以这个孩子一定是你们很难产的，或者本来不想要的，或者就是想生生不出来硬求来的。是硬求来的。看见了吗？试管婴儿出来的。现在知道台长厉害了吧？你们拜了这么个师傅，不让你们亏本的。真的不能做错事情了，一次做错事情要受好几次的报。